欢迎我们的偶像熊赞。耶！会有快乐。我每一次见到熊赞，都觉得他怎么可以这么的有活力？不愧是身为台北的国民偶像代表，一出场果然就有魅力四射。非常谢谢熊赞为本次活动献上满满的祝福，祝福我们的活动圆满顺利成功。让我们再次用最热烈的掌声，谢谢熊赞带来这么精彩的表演。谢谢熊赞。接着，我们有请台北市政府黄珊珊副市长上台为大家致辞。谢谢主持人熊赞，还有局长、处长，还有各位我们最辛苦的这些动保的伙伴们，还有所有的市民朋友们，大家早上大家好。好，看到熊赞就全身精力都打完了。今天非常非常的高兴，因为我到市府工作以后，发现台北市政府对动物保护的其实做了非常多的事情。我们在各个行政区都有动物狗狗的运动公园，还有动物的活动区。那我们在很多很多的开始动了，很多很多的那个商圈里面有很多的友善商家，你可以带宠物进去吃饭，甚至还有友善的饭店，你可以再进去住宿。我们希望所有的朋友他们在台北都能够跟他所心爱的动物在一起。今天我看到这个题目，我觉得非常的感动，因为我们有两个主题，今天的主题我觉得就写在后面。如果你要对你的同伴动物不离不弃，然后对野生动物勿近勿扰，好，和谐的生活在一起，这是台北市动物保护月最重要的宗旨，也就是我们让所有的动物在台北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家，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。最后祝福大家平安健康，你也一样，谢谢。谢谢副市长，那我们请副市长先回座休息一下。